我觉得我好像拿到一块拼图，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拼。一场权势的斗争，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。我们之间还要这样怀疑对方吗？一宗凶杀案，真的不知道可以相信谁。谁会是牺牲者？你是干掉你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冷静点？会有麻烦的。或许这块拼图根本就不应该被拼上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这边 OK。新加坡片8月26号起，晚上9点8频道。你也可以上Togo悠闲观看。